么什么是什么 ？Pocky 巧克力口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茶味。嗯，还有呢？还有苦瓜口味。抹茶。抹茶口味。还有杏仁果。杏仁果口味，还有 Oreo 口味，还有香蕉口味。打泡珠，打泡珠口味，还有海苔口味。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吗？你都没有立起来啊。好，口味。然后我们现在呢有药，那是什么呢？被蚊子叮之后，对不对？在泰国。对，有大的，大的也有小的。那打开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好，一个打开就好了，是这样绿绿的紫草的样子。OK， 好了。它抹下去不会很凉哦。对。然后呢，那边有防蚊液，防蚊液。这是茶，这是玫瑰的味道。玫瑰花，这是橘子的。嗯，那这个芦荟，这是芦荟我用的。好，这个是维他命 C 的香皂。的香皂，这个老婆婆的香皂。这个老婆婆的香皂。那边还有一个紫色的，是山竹味道的香皂，紫色的肥皂在那边，紫色的肥皂，这个紫色的肥皂。紫色的肥皂，那里呀、啊？紫色的肥皂，紫色的盒子。盒子的肥皂。对，它是什么？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山竹口味的肥皂，这很少见。山竹口味的，是一种水果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有呢，还有这个芒果软糖，芒果软糖是马来西亚的特产。对，还有。辣椒芭乐干，还有辣椒芭乐干，那还有那个肉骨茶粉，肉骨茶那里，肉骨茶食物的，对，还有肉骨茶，肉骨茶，嗯，看那个是泰国买的那个睫毛膏，很便宜哦，很便宜，然后这个也是眼线液，眼线液在泰国买的，很便宜哦，泰国，嗯，好，我们现在那这边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打泡珠的酱料，配那里的。酱料，嗯，妈妈料理的酱料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酸辣汤吗？是酸辣汤的酱料，泰北菜的那个酱料包。好，还有虾子的，虾子 ，OK。OK， 我们现在来，要去试吃咯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吃的这个原本的都有，我们先吃那个泰国的这个胡子的这个口味，胡子，小胡子。好。小老板啊，不是小胡子，小老板的海苔口味的，海苔口味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打开看吧。好，打开吃吃看。啊，去啊去啊去，坐那边，打开吃吃看那个。我要吃小胡子。这个，好，这个等一下。一样，就是包装都一样嘛。打开，打开看看。一样的，打开吧。一秀。哇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稍等一下哦。打开里面其实是这样子的，里面大概是这样，装满了海苔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吃吃看吧。好，吃吃看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巧克力味道。小老板，巧克力味道不是海苔吗？海苔味道。是海苔吗？还是巧克力？海苔跟巧克力。海苔跟巧克力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。莫名其妙，什么叫海苔跟巧克力？海苔跟巧克力。那吃吃看打泡珠的，我们吃吃看就好了，换打泡珠。好，去旁边等一下啦。那我们吃吃看打泡珠的。打泡珠是一道泰国的料理。我只是大象。等一下给你，这个是等一下给你哦。我只是大象。来，打泡珠可能是要松开一点点。是什么口味？打泡的口味，而且很辣哦。是辣辣，打泡就是辣辣的，对不对？有很辣，你还可以吃那么多汁。不要不要，嗯，怎么样？不要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买。好，就这样哦。那个香蕉口味好了。好，打泡就真的是有点辣。不要。好，香蕉口味，现在试试看。台湾其实也有香蕉口味，只不过贵一倍，我买十块钱，台湾卖20块吧。好，然后其他这种口味，这种东西呢，这个就是两包25，那台湾多少呢？两包25哦。
那香蕉口味是一包10块钱。好，我们现在十块泰铢。嗯，那我们来试试看香蕉口味的。真的好辣！真的，那赶快来试试看香蕉口味。萱萱要不要吃香蕉口味？香蕉口味来了。香蕉口味。我要吃香蕉。那个等一下来吃。麻辣口味。麻辣口味的猴子，麻辣。好，我们现在试试看草莓口味，快过来。